应该在床上。哦，再来。哎呀，站立了又休息一会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坐一下。你还好小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小的时候要坐。都是长大了才坐。那是老爸的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笑啥笑什么？吃什么啊，小姨？吃香蕉，好吃吗？哦，这样子咬了，炒的面咬了。哟，你吃香蕉啊，是不是？牙痒痒的。你这么懒，要我帮你拿着，自己拿呀。这么懒啊你，要我帮你拿。草莓，哎，换着呀。我还以为是西瓜。西瓜还是草莓？草莓哟、哦！哎呦！沙呀沙呀，咕咕咕咕咕，沙呀沙呀，咕咕。有，你自己拿好不好？眼泪水都吐出来了。那、啊、我拿纸巾来擦一下。哎，今天你下厨了。来，我炒了洋芋丝。你要把贵州的味道带回来吗？放辣椒没有？放了。都放点辣椒了，没有放辣椒那里有灵魂吗？放了这个小米椒。哎。炒好了，这么快？非常长时间。啊，这种颜色比你煮的稍微好看一点。随便吃，你尝一下有没有油泡？可以，不用吃了，这看着都有食欲啊、嗯。第一关都过了，螺丝这样，哎呀，收螺，让、嗯、老妈老妈炒吧。买了点螺丝回来收。嗯、这个晚上，夜宵。当零食。当零食。弄个虾来了，今天简单一点。会手不你？累哟、哦，小姨都累了。小姨买的美美衣吧？哟，那小姨买的？昨天晚上买的。我们昨天晚上给小姨买，小姨又非要给她买。小姨买的衣服、哦、好漂亮的哦。嗯是不是？怎么感觉像反了一样的？那个标签怎么在外面了呢？这个是在旁边，他的衣服就是在这旁边的，你只是没注意其他衣服。你不唱歌了哈？这两天喉咙不舒服了，不唱歌了。在床上唱歌了。几天没听你唱歌了。嗯。看你看你妈妈今天洗了这个，嗯。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。明天你就可以。趴在上面啊，嗯，也没那么热了，抱着太热了，有点像个火球一样。你现在，嗯，你干什么？少吃多餐。你看到你妈妈吃了呢，又想吃了。嗯、啊，今天试一下你小姨的手艺哦，啊，尝一下正宗的土豆丝。你好的。哎，芡粉多一点呢。这个颜色比你姐煮的可以，颜值可以，好不好吃不说，先要颜值。你没得吃是吗？你吃手手啊。嗯，我们那边有。有。要跳舞啊？哈、啊，跳舞吗？一天就玩你的脚脚了。其他。嗯。这一桌是三个厨师的菜，这个是老爸的，这个是你的，剩下是老妈的，三个厨师。你吃虾子啊？吃饭了，老妈呢？你又吃手手，不要吃手手，你的小手手拉开。
天我们就是这样玩的，知道吗？在这里游是吧？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会游泳，反正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就会游泳的，不知不觉就会的技能。去吗？嗯，你去吧。没有了。去吧。没什么怕的。来来了。那么怕水的。那洗澡他又不怕哟。以后怎么游泳啊？啊？以后这里就是你爬的地方了。你上去。嗯、你张嘴干嘛、嗯？又不是给你吃。恐、嗯、龙，恐龙，恐龙，一个大恐龙，一个小恐龙，红色的恐龙。咦、嗯，你跟他打老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打老头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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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咦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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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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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玩吗？这个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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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喜欢给人碰额头吗？扎不扎手？胡子扎不扎手？扎什么手？搓一下。帮你洗一下脸，刷一下脸。哎呦，痛吗？他还来摸。哎呦！难得给你爸爸抱这么久。橘子。哎呦！小绵羊，你以为呀？哦，以前是漏风了，现在不漏风了。嗯，他想弯腰，下腰又开始了。你现在想下腰了啊？你下腰给妈妈看看，我、哦、又下腰。跳舞、啊？你这是干嘛？嗯。想学跳舞、哦，我跳舞给你们看。哦，小鱼又用果来诱惑你了。来、哎，哟，两边都有诱惑。快头歪着。那么低干嘛？嗯，头狗喽，奶奶头狗喽，奶奶头狗喽，好多果果呀！哇，哇真不错，真好。你说我会吃，我就拿手去喽。我不会吃。妈妈。等到回去吃果喽。靠身好，还有多少只靠？这个很甜的，这个荔枝。放那会儿，我再给你做一下。